崽子们，，今天晚上一醉方休啊！来来来，去吃去吃。报九爷，三爷叫你过去。人三爷说马上就到。好嘞，九爷。 我跟你们老四一撮毛，我不是哥们儿，拜把哥们儿，自己人。自己人。三爷，啥事儿啊？急急忙忙的把我叫过来，我在外边弄酒的事儿呢。小子，三爷，老九啊，你老朋友来了。 栾平，栾大哥，三爷，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栾平栾副官，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来了也不提前捎个信儿，咋的，栾大哥？干啥呀？来来来来，起来说起。老吴，三爷，你俩唠唠吧。 起来起来起来！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对不住，栾大哥，老胡先你一步上山。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投靠侯专员，委你个什么官啊？我胡彪，祝你步步高升。 胡彪，你不是妈了个巴！干啥呀？动手动脚的，栾大哥，在威虎山动手动脚可不好，在驴石沟你三舅家，我劝你投三爷，你呢，硬是拉着我去投侯殿坤，这事儿。 你可赖不着我老胡不义气啊！我怎么了？你还真怪我呀！义气这俩字儿，我老胡干的可不含糊。分手的时候怎么说的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怎么着？谢司令侯专员对你不错吧？你上我们威虎山到底干什么来了？是不是向我们三爷下命令来了？说！ 我说啥呀？我这，我别动！别动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！我事儿太大了，那啥，我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说呀。老九，你这啥病尖子呀？这不是他自个儿去的吗？怎么又上威虎山干啥来了？不是，我是说呀。少扯淡！今天是三爷六十大寿，没工夫听你辨是非。我不跟你说。
三爷，我跟你说啊，操你干谁说？爷，哎，现在就问你，从哪儿来的？社会武装干啥来了？那啥，我那个蝴蝶迷，蝴蝶迷，蝴蝶迷现在不就在侯专员那儿吗？看来栾大哥是不忘旧主啊。 不是，我是说，听我说啥？到现在你都没说出上威虎山是干啥来的，你是要你的先遣图？先遣图？谁的先遣图了？不是你他娘支支吾吾，说，我，咋的？没话说了？对不住啊，栾大哥。 前世有缘，咱们各为其主，我胡不要这双招子算是没白长，投奔了三爷，三爷仁义。咱老胡现在是威虎山排行第九大金刚。什么？你？三爷，你中了公爵的奸计了！动没动？ 老大，你们真信他说的话，三爷？啊！环平，咋地？你他娘的六亲不认！ 现在就像夹缝里一条疯狗，为了活命，你谁都咬。竟然咬到跟你这么多年并肩的我的身上来了！是，你的先遣图无价宝，我拿了你恨我，可你他娘也不能诬陷我这红条子。三爷，如果你相信他说的话，就算我是共产党。哎，三爷，你看他承认了吗？那你问问他。 他怎么知道我是共产党的？他不是从侯殿坤那儿来的吗？你当着三爷，还有诸位当家的面说说，我这个共产党到底什么来历？栾平，你说他是红调子，你咋认识这红调子的？ 九龙会，他抓过我。三爷，听见了吧？他被共产党抓过，你不知道吧？栾平，你知不知道？三爷最恨的就是为了活命向共产党投降的人。你被共产党抓过。
他这趟一定有鬼。没有，三爷，没有，你听我说。三爷，现在大雪满山，他上山的脚印已经留给共产党了。三爷，胡彪身为司谏官，职责在身，守山要紧。八连长，在。这个混蛋已经踏破山门。 马上带五个游动哨，在前山他脚印处给我提高警戒。是，没有我的命，谁也不许回来。是，在家，五哥。是，三爷。你。 前你带着老九投奔胡蝶迷、胡殿坤，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挑拨离间，你是不是想把红条子引上来？跟我说实话。三爷，真不是胡彪，他是红条子。 三爷，我胡彪不是一个跟小人置气的人，这次也是为了给三爷献先遣图，才得罪了这条疯狗。他诬陷我是共产党，这他妈是让我死！好，今天在这威虎厅里，有我无他。 有他无我，老大，我是你接上山的。 下山。 耍上小孩子脾气来了，啊！就因为他说几句话，你还真往心里去啊？操！
他算个啥呀？带上。 老九，小刘家，哎，你说你闯山上来，给我带没带啥金监礼啊？我就是个丧家的狗，我啥也没有。 我想着说过几天我下山回家给你拿那先遣毒呢，啥毒？先遣毒，好多人都想要呢，就给您。您那儿有啊？啊，就在我老婆地窖里呢。那你看看，这个是啥毒啊？ 栾大哥，对不住了。那天在梨树沟，你三舅家喝酒，我趁你喝醉了，就把你的先遣图拿了出来，献给了三爷。小刘家。 空头答应的事儿，还是送给你姑奶奶蝴蝶迷和猴转圆吧啊！那蝴蝶迷不搁大锅盔呢吗？我该死！三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三爷，你饶我这一次吧，好不好？ 胡彪大哥，胡彪大哥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别跟我计较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啊！没完没了了你啊！别他妈装怂！胡大哥，胡彪大哥，你饶了我吧，啊，求你了！你要是耽误了三爷过60大寿，老子毙你100遍！三爷！ 三爷，你饶了我这次吧，三爷！各位当家的，他咋就扛不住呢？你说他要扛住了，命不就保住了吗？你这让我跟老九咋交代呀？我好像原先说过是吧？咱们不管搁哪旮瘩看见他，咋的来着？撤！ 今天这条疯狗咬的人是我，这事儿还是交给老九去办。各位该点灯点灯，该拜寿拜寿，别耽误了三爷的寿辰。老九，去去就回。<笑>老九，快去快回啊！还等着你执掌摆鸡宴呢。放心吧，耽误不了事儿。三爷饶命啊！三爷饶命啊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。
应该就是长腿说的取情报的消息处，大家分头寻找树上的记号，行动。 没错，这个树应该就是长腿树的情报树。203，你们快看，这里有个雪窝，大学已经把洞口给埋没了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长腿跟司令同志休息的地方。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啊？难怪长腿哥哥冻得那么严重。我现在遭这么大罪呀！203，赶快下命令吧，马上行动。现在天这么黑，没有追尾针，无法辨别方向。 地图。现在我们面对的方向，应该就是威虎山的方向。 但是有两个路口，该从哪一个？大哥，走，赶快陪着永琪同志一起去侦查。是，永琪同志，发挥你所有的山地本领，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吴福林和后山的哨卡。好，行动。是。大家赶快休息，原地待命。 来呢？ 你只能向牡丹江人民低头认罪，没准还能有一条活路。可是你非得自己找上门来送死，怪不了别人。还有一件事，得让你死得明白。 一索毛杀了你老婆，抢走了你的先遣图。我们又抓住了一索毛，但你放心，我们的白姑娘已经把你老婆救活了。本来在九龙会就应该宣判你的，是你自己作恶多端，罪上加罪。 我现在代表祖国，代表人民，宣判你死刑。我说了一辈子瞎话，我头一次说真话。下辈子做个好人。 遭遇土匪了，枪声大概在2里地以外，坦克他们应该没走那么远，提高警惕。是。203，他们回来了。报告二零三，刚才那声枪响应该是从威虎山方向传过来的。 枪响的方向一定是土匪的老巢，永琪大哥，有没有什么新的收获？前方乌漆嘛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在一里地的地方有一大壕沟，沟帮子上全是大石头。
没错，跟地图上写的一模一样。。英雄，谁是英雄啊？九爷是英雄，九爷太英雄了。现在到底咋回事啊？九爷太英雄了，老婆子，今天来的那家伙就是以前的栾景瑜。那九爷他……哎呀，最糟糕的是，九爷以前逮过这小子，差点没把他毙了。当时，他认出九爷了吗？认出来了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哎妈呀！当时把我吓得唰的一身冷汗就出来了。哎呀妈呀！这老天爷怎么这么不开眼呢？这要是认出来，不全完了？那可不是。哎，你说我着急出冷汗吗？你九爷咋都没咋地啊？一顿话说柳说，硬是把那小子给整对了。哎呀，这九爷怎么就跟神仙似的？咋啥都难不了他呢？是吗？那现在到底咋样了？现在啊。让九爷给崩了，崩得好。那紫山雕他们呢？他们各回各的了，静等着一会儿拜寿了。老婆子，再过一会儿咱们就解放了，一会儿就解放了。终于盼到这一天。这是子龙同志为我们点燃的指路明灯，这样我们就不会在深山里迷路了。因此，五福岭的方向、距离和位置就都确定了。同志们，出发！我觉着你还是把它带上。九爷，那东西做好了吗？做好了，你看看。还行啊，一会儿啊，这样。九爷，喝水。哎，好，放这。一会儿这样，你拿着这东西啊，去给那坐山雕送去，就说是给他六十大寿的贺礼。这个老东西，自命不凡，一心想当东北王，一看这拍马屁的东西，一准能喜欢。九爷，怎么做您就吩咐吧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待会儿我会陪着坐山雕。去威虎厅，等我到了威虎厅之后，你就趁这个空偷偷的溜出去，然后到各个地堡上，跟巡逻的还有放哨的那崽子们说，让他们都到威虎厅来喝酒，给三爷贺寿，痛饮百吉宴，就说是我说的啊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你就我把包全给他弄哑了，我还去锁门。对，大嫂，你还是去锁门，然后啊。你跟那些看花寨那些崽子们说，让他们全到威虎厅去喝酒，给三爷贺寿。等枪响了之后，记住，一定要是枪响了之后，就把锁打开，把那些妇女们全都给放出来。记住了，嫂子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身上是不是得备个家伙？
我有刀，都带着呢。那就行，千万注意安全。那行，老张大哥，咱们走吧。来，老婆子，开门。哎呀，哎呀，真合适，真是太合适了，三爷。这身大帅服往您身上一穿，真是威风八面，活活的一个东北王呀！三爷，噔噔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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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醉花给三爷拜寿，祝三爷鸿福齐天，终成霸业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老牛咋还没回来呢？刚才啊，我听到了一声枪响，准是他把那个倒霉蛋啊拉出去给毙了。您说这个栾平啊，也真是倒了血霉了，怎么就碰见了他这么精明能干的对手？三爷，您真的就对这个姓胡的放心了？年关一过，咱们就下山了。他是胡彪也好，还是共军的探子也好，挡不住我老崔的脚步了。哎，翠花，我怎么越看他现在越像老九啊？是不是我这眼神真不行了？三爷，三爷，老九，嘿，哎呀，三爷，啥叫气度不凡呢？这就是气度不凡，真好着呢。哎呀喂，不是，二当家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不喝点水，吊吊嗓子去？一会儿大家伙都听你的戏呢，你这三爷也等着听呢。哟，九爷，您可别抬举我，就我那点破戏，我可不敢在你面前丢人现眼的。寒碜，寒碜！这二当家的还记仇，这老九说的对啊。一会儿全装全彩，全套家伙啊，咱得整个完美的。既然三爷都发话了，那我就去准备准备。三爷，那我先去准备了。赶紧去吧，老九啊！一会儿，你先陪三爷去威虎厅，你就放心准备去吧。啊，有我在呢。老常，快快快，过来，把这放这儿来。三爷，这又整啥玩意儿啊？老九啊！三爷，瞅好了啊！怎么样？来人！三爷的报号是啥？坐山雕。三爷知道这玩意儿咋来的不？我跟老常上山去套野猪，走着走着，啪嚓就被个东西给绊倒了。我就寻思这是个啥玩意儿，把雪和土一扒开，这大树根子，哎，少说得百八十年吧。我一看这老雕，这气势，虎踞群雄，预示着三爷霸业终成啊。这是老天爷给的呀。我老崔闯荡江湖几十年了，看来真要时来运转呢。那必须的，就是张大帅也没有现在这好兆头啊。三爷，他怎么能跟你比呢？把这玩意儿给我床边上去，我睡醒了，我第一眼我得看见他呀。老张，快放那儿去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着咱去威虎厅，众兄弟们还等着给三爷贺寿呢。老九啊，你说穿上这身衣裳吧，
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呢。三爷，大姑娘上轿头一回，搁谁都这样。六十大寿一过，往后的日子可就不一样了。那你跟着我点啊。那必须的。走。什么叫比龙袍好看呀？这就是崔大帅要登基了。还是二当家的会说话。三爷，吉时已到，您看。外面的崽子都进来吧。西北连天一片云，威虎山上破吉拳。各位当家的，给三爷拜寿。一拜。二拜，三拜，祝三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各山头。带崽子们给三爷拜寿，迎门梁，刘大麻子，托天梁，醉花，带崽子们给三爷拜寿，呼呼呼，一拜，转角梁印八字，狠心祝飞龙给三爷拜寿，二拜。黄眉柱，塌鼻梁，扫清楚花舌子，白眼柱，麻子，给三爷拜寿，三拜。祝三爷早日当上东北王。响旗班子叫过来吧。响旗班子，啊，九爷，我出去叫去。真他娘倒霉，这都快开齐了，九爷还让咱们巡山。行了，赶紧转悠转悠得了，还得赶着回去开齐呢。不行吧，我就那么一说，等等我。何惧勉强安、啊。
听我一声狂喊，杀个人要麻烦，心念心火燎原，壮志豪情虎胆，神枪瞄准黑暗，胜利就是我终点。越想前，越是艰险，越想前。